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家将博旗帜战的优胜应援箱奖励发放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可以开到什么。有几率可以开到神秘变身卡稀有，稀有制作蓝布刻印的乘以一个，变身币5000一个，有几率开到这些。那其他就看看开刚刚。OK， 刚刚我有试开一箱啦，在别的账号是4000变身币。好，这个是我的账号。321 Go， 4000变身币。所以大家应该都是一样。好的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